走市场的骚动。今天是神秘森林举行跳蚤市场的日子哦。照明灯有两个，指南针也有两个，有一个就可以了，就用它们换别的吧。啦啦啦啦啦，跳蚤市场。这个是，哇，这个手链是谁的呢？这个卖掉，不行，这个还得看一遍，这个有点可惜呢，等等，这些都给你。哇，真的，这么漂亮的都是给我的吗？其实都是专门给你做的哦。啊，小扁真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不需要了。这个应该也不用了。这个必须卖掉。还有什么呢？鸡。鸡鸡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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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，哎呀！你喜欢这个手链吗？这个是我之前借给你的，你又忘记了吗？是吗？怪不得。小扁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这些都送给你了，达达。哇，全部送我吗？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这些不是给你的，这些更适合嘟嘟呢，给嘟嘟好不好呢？绝对不行，绝对不给嘟嘟。浣熊君，这些是干嘛的呀？这是放笔的，这是插花的，这是放橡皮的。什么？那我可不可以要一个插花的？那你给我什么呢？随便挑。切，不就是石头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仔细看看这里，这个石头上有小小的蚂蚁爪印，这里有金龟子的脚印，这里有蜜蜂脚印。贾博士，我可以拿照明灯换这本书吗？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书，要么这本怎么样？这本也是我没有读过的书呢，好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要换了吧。只有今天哦，只有今天才能买到我四哥的大发明。哇，四哥，这些都要卖吗？嘿嘿，快点买哦，不然一会儿就卖光了。这个好像在哪里见过啊。嘿嘿嘿，这可是能催眠的硬币哦，试试看。嘿嘿嘿，睡觉吧，睡觉吧，睡觉吧。四哥，一点都不想睡呀！怎么回事？那这个怎么样？
用这个探测器可以马上找到宝物哦。什么呀？啊，是宝物啊，宝物啊！根本就不是探险器呀、啊。这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站住！我不要走啊！我马上给你们修好啊！啊！哎呀，这样下去一个都卖不掉啊！四哥，这个也卖吗？怎么了？啊，真的好可爱呀、啊！叽叽，要不要和我的指南针换呢？哦，不错，趁大大没变心，赶紧换掉。什么呀？那就放在那儿吧。谢谢四哥啦！嘿嘿，江江，现在开始买一送一啦！虽然只卖了小老鼠和助眠神器，不过换到了指南针和竹筒，看来不算亏呀。快点睡吧！哎呀，为什么就睡不着呢？爹爹，叽叽，啊，吱吱，叽叽叽叽，啊，吱吱在哭，怎么哭了呢？啊，对了，我睡不着，肯定是因为吱吱不在我身边。好难看，哪里不舒服吗？能不能把昨天跟你换的芝芝还给我？我把指南针还给你。没有芝芝陪我，我一晚上都没睡着。可是昨天我拿芝芝跟乐天宝换成手链了，怎么办？什么？四哥！乐天宝，你在哪儿？快点出来！乐天宝，我的芝芝在哪里？芝芝。是啊，我那可爱的小老鼠芝芝啊，昨天和大大换的呀。哦，这样啊，稍等。在这儿吗？四哥，没找到呢。什么？没有吧？我的芝芝。哇哦，这家伙真不错。从今天开始就叫你芝芝吧，芝芝，是吧？芝芝一口，我一口，芝芝，晚安哦，芝芝，芝芝，芝芝啊！四哥，你还好吗？我一点都不好。四哥，没有芝芝在我身边，心情不好，饭吃不下，而且根本睡不着。四哥，哼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因为你的助眠神臂，我一晚上都没睡着。快快把我的竹筒还给我！那个不是芝芝吗？没错，就是芝芝呀、四哥，找到芝芝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吃啊！干嘛？不要乱碰别人的东西啊！芝芝怎么在浣熊君那里呀？什么？是你昨天拿来换我竹筒的，不记得了吗？是吗？好像是吧。浣熊君，那个芝芝能不能还给我呢？绝对不行，他已经是我忠实的手下了。我来当你的手下不行吗？我可以替你跑腿100次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好吧，你一定要遵守约定。一定。真是太棒了，四哥和芝芝又在一起了。不过我没想到四哥这么喜欢芝芝呀。
我也是。吱吱呀，从今天开始哪里都不要去，一直陪在我身边吧。吱吱。那天晚上，四哥抱着吱吱进入了甜美的睡梦中。